猪年嘅朋友，今年事业方面咧比较奔波劳碌，咁啊同埋咧起伏不定嘅，咁啊财运方面咧要尽量避免一啲冒险性嘅投机嘅投资，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有所损失嘅。爱情方面咧要尽量小心说话，避免一啲无谓嘅争吵啦。咁而健康方面咧，容易精神不振啊，同埋精神唔得集中啊。咁啊，應該盡量避免呢個夜瞓。